就这里，进去。好像没人，灯还亮着呢，里面肯定有人。进门。谁？太君，是我，治安队的阿宝。这么晚了，什么事？ 小丘科长让我过来给你带一句话，会说中国话的少佐军医。看着照片，你去过南京，你的中国话在南京学。 我是南京人，你们小鬼子在南京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人，我今天宰你千万遍都不减恨。但我今天不是来杀人的，我要拿一种药，叫潘尼西林。如果你不给我这种药，说不定我又想杀人了。你把药给我，我转身就走。潘尼西林这里没有。 那我就没有必要留着你的命了。潘尼西林这里真的没有，这种药只有伤害药。他真的没撒谎，他讲的都是真的。 都是死，你动手吧！你别跟我来劲！我今天要不看你是医生，我早就把你宰了。你把药给我，算是救了一个中国人的命。这算一命，还一命。好，打开。 Thank you.
大哥，铁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别着急啊，药水我拿来了。金志峰，你可挺住了啊，打了这个药啊，病准好。哦呦，这么一点点药水，只要一根筋条啊？谁晓得呀，反正那个小鬼子拼了命也不愿给我。玉大哥，你真厉害，还会打针呢。嗨，上军校的时候看过。 我也没试过，哎，秋姑娘，帮我把袖子卷起来。我怎么觉得不对呀？差两道手续，是不是应该擦点什么呀？你行吧，不要搞错了啊！不管那么多了，就这么打吧。 保险柜里装的是什么？回禀太君，是一本账本，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硬盒子。什么？这是种新药，帕尼西林。快点，阁下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这里的凶手和救走前本初的是同一个人。可是凶手应该用的是刀。 你怎么受的枪伤？回太君话，我见到歹徒占有行凶，想上前捉拿，没想到他从保险箱里拿出一支枪，打了我一枪。没错，福田君确实有把拨浪尼。危急时刻。 挺身而出，足见你对大日本皇军是忠心的。像这种人，应该调到治安队加以重用。是，我马上去安排。多谢太君栽培。报告小校科长，我们发现了被凶手遗弃的那辆军车。走。 杜便君，看来凶手不但会驾驶车辆，还会使用我们的925式机枪。看来这个家伙本事不小。简阿森没有死。什么？以前我只是怀疑，但是这辆车证实了我的怀疑。你想，高超的射击技术，熟悉各种枪械，精通刀法，懂得驾驶车辆，这说明凶手不但是一个士兵。 而且，还在军校接受过专业的训练。是的，你分析的完全正确。但是，我也仔细检查过，被我们斩首的那个钱阿三，指关节非但没有老茧，肩上也没有扛过枪的印记，就连肌肉也很松弛，所以他是一个冒牌货。这真么说，那把枪又怎么到了这个冒牌货的手里？那是那个真正的钱阿三交给他的。 当时，他负责在门外接应，而真正的钱阿三早已潜伏到宪兵队的内部，等熄灯号吹响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行动。那这个钱阿三又怎么进去的？杜边君，问得好。走，科长阁下，去哪里？去搞清楚你提的问题。 这是哪里呀？这里是三叔家。慢点，钱师傅。
谢杨老弟，咱三叔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于大哥，我爹得救了。秦师傅，谢天谢地，你这烧终于算退了。哎呦，老天爷，难怪值一根金条啊！这个药真的能救命啊！什么一根金条啊？爹，你一直发烧昏迷不醒，是于大哥把你从宪兵队救出来，到处给你找药，这药值一根金条呢，还差点把命搭进去。要不是于大哥，现在你都看不到我了。于老弟，你的救命之恩，千万别！爹啊，你应该好好养着。这说一千道一万，都是我这个扫把星惹的祸。要不是我，你也成不了这样。我这心里面还觉得对不住你呢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讲的呀？老娘舅，我爹烧退了。陈师傅没事了。哎呀，姐夫，你可算是醒了。哎呀，这些天呢，可把阿云给急坏了。小子，还真让你把药给弄到手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救了我姐夫的命，我都得谢谢你。千万别这样说，幸亏大家都没事，要不然我都有心跳河自杀了。吴少爷，说吧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。叫什么？被砍头的那个家伙到底是谁？他叫骆驼丹，是个卖馄饨的。那钱阿三呢？他不叫钱阿三，他真名叫于显阳。于显阳啊，终于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。通知情报科，搜集于显阳的全部资料。是。告诉我，他现在在哪里？不晓得。还不知道。吴少爷，你上回和令尊到宪兵队大牢里，看见你岳丈被打成那个样子，难道你想让你父亲也尝试一下吗？而且苏州城门上还少一颗人头，知道给谁准备的吗？可等他要命，可等他要命。乖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可等阁下，可等阁下，可等阁下，太君，太君使不得。吴少爷，只要你老实交代，你父亲还是那个会长，你也还是那个队长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明白吧？明白。可算阁下，是不是去铁匠铺了？有可能。三叔不是说了吗？有事情就去找他。我觉得他可能藏在铁匠铺。哟西。于老弟，我相信你是个懂事理的人，我郭建功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你救了我姐夫的命，我记在这里，我慢慢的报答你。可这是两码事，现在我要讲的是你严重的违反了军规。你目无灵口啊，擅离职守，胡作非为，该罚就得罚，该关禁闭就关禁闭，一天都不能少。老娘舅，你还要把于大哥关起来啊？郭长官，我闯的祸我认。可我讲过，我的长官死了，队伍打没了。从那天起，我于显阳救自己，我只听自己的。我要做一把杀鬼子的刀。谢阳老弟，和你说句心里话，我喜欢你这把刀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你这把刀能杀几个鬼子？一把刀能杀几个鬼子？
你可以没有这些领导，但我还可以做你的大哥吧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武汉那边出了一个大汉奸，他想帮助日本人颠覆我们这个国家，他想让我们的老百姓都成亡国奴。曾楚南来到苏州，就是想把这个汉奸给揪出来。可是你倒好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犯错，差一点就把这个计划给搅黄了，你晓得吗？老弟呀，我们都是军人，我们心里都清楚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好，我们退一步再说，我们不是军人，我们是老百姓，我们还是中国人吗？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，我们应该以国家的大局为重啊。老弟，真的不敢再添乱了啊。这些道理我都懂，可行，郭长官放心吧，从今天开始绝不给你们添乱。我相信你。哼，阿元，此地不可久留，我准备了一条船，你和于老弟把你爹送到寒山寺吧。嗯，对了，我还要给你个命令，你给我看死了他，半步都不能离开寒山寺。啊，老娘舅，腿长在人家自己身上，人家还不是说走就走了？江姑娘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钱师傅的伤还没有好呢，我怎么着也得看着他把伤养好了，我才踏实。老师傅，您这工作看起来很辛苦啊。啊，世间三般苦，摇船打铁磨豆腐就是苦差事嘛。嗯，可是既然生计这么艰辛，就应该专心干活才对，何必多管闲事呢？干啥么子？没有听懂啊。嗯，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啊，于显阳，您知道在哪里吗？于显阳啊？嗯，不认识。任官，啊，三老爷。任官，这些日本人是你带过来的啊？我这也是迫不得已，我们这些事情，人家皇军早就查得一清二楚了。等等，我们有什么事情啊？你把话讲清楚。三老爷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，你赶紧把于显阳交出来吧！啊，怎么又是个于显阳啊？哎，我再讲一遍啊，不认识，没有听说过。三老爷，你别装糊涂呀！上次就那个这么高那个于显阳来你这里买过刀的呀。哦，他呀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我说润官，这件事情不对啊，这个人是你带来的，又是你带走的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三老爷，话不能这么讲啊！真的，你就把于显阳交出来吧。上次我来你这里，听得一清二楚。你说了以后有什么事情，让于显阳过来找你，对不对？这话我听得一清二楚啊！哼，
准官，你回家问问你爹去啊，哪一个做买卖的不这么讲话？人家买了你的东西，出了事，不找你找谁啊？啊！可是我那次……刘天剑，退，走，散个散。姐夫，哎，哎，这里还有些阳澄湖的鸭蛋，还有腌好的蟹膏，拿回去吃了补一补。哎，老娘舅，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？我哪里走得开呀？这苏州城马上好戏就要开锣了，我总得敲敲边鼓、跑跑龙套什么的呀。顾长官啊，这么热闹的事，你不带着我呀？你呀，老老实实的给我在那里待着。这样待着我哪待得住啊，需要你的时候自然会叫。不好了不好了，日本鬼子来了，把大铁布给包围了。你们几个赶紧躲一躲，跟我走。好，爹你快进去。哎，谢师傅快躲进去。三婶，我们也去找了。小心呐。里面没有人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于显阳在哪里？打不打？现在要镇住气，冷静。你看看鬼子有多少人。杜飞退，把人带过来。入关。跟来。自杀！自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滚开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于显阳到底在哪里？你就是问我一千遍一万遍，我就三个字，不晓得。杜飞君，把手压在这里。是。于先生要干什么？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？别再这么冲动了。要想杀鬼子，要学会忍忍。真是够窝囊的。江总，是，走得开。科长阁下，这样的刁民刘六有什么用？不如一刀砍了他。要从他那里找到那个钱阿三，也就是于小阳的下落。可是我们已经当着司令官阁下的面保证过了，说那个凶手已经死了。还有昨天你也说，现在那个钱阿三不管是死也好活也好，就现在的形势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没错，任官，今天表现得很好，以后和渡边中佐把苏州的治安搞好。一定，一定。听到了吧？那个小次郎昨天又在日租界闹了一场。臭小子，闹得还蛮带劲的。大先生，这个于显阳如果再这么认着性子胡闹下去，早晚有一天他得把我的任务给搅黄了。大哥，曾先生，郭掌柜，三哥被日本人给抓走了。怎么会？于显阳和我姐夫一直躲在三哥家，没想到姓吴的那个小子把他们给出卖了。小畜生！郭掌柜，那于显阳呢？有没有跟日本人动起手？他想动手，我一直在那里压着他，他没敢动。等鬼子走了以后，我把于显阳还有我姐夫一起送到寒山寺了。
这三弟怎么进去了的？大哥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听了千万别着急。三哥他被鬼子把手给打残了。顾掌柜，辛苦你再跟我跑一趟寒山寺。我要劝那个于显阳必须离开苏州，如果他要是不听劝的话，我就亲自送他上路。都是中国人，用不着那东西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他离开苏州的。哎，老娘舅，爹。哎。姐夫，好点了没有？你快躺下。哎，躺下，躺下，躺下。阿元，于显阳呢？老娘舅，你还真把于大哥当犯人了。建功啊，是我叫于老弟给我取工具去了。取工具？哎，干什么呀？你还真想下地干活呀？哎呀，我不是惦记那块石碑吗？我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了寒山寺的大事啊。哎呀，那也不差这一两天呢。你说，你看你现在这样，喘个气都费劲。没事，我没事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又来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姐夫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里躺着歇着啊。那行，我们过去。老道，我们走。好。哎，老娘舅，他等一下就回来了。嗯，这么着急干什么呀？显阳，郭长官，我来介绍一下。这位是贾师傅，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狠角色。哪里哪里，贾老道，跑江湖的。于显阳，当兵的。我听说你枪打得很好的，改天找机会切磋切磋。不瞒二位，我那把枪还掉在宪兵队里了。这当兵的把枪丢了，丢人丢到家了。哎呀，不丢人不丢人，这俗话讲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是吧？好了好了，我会给你们俩机会，比试比试的。小杨，我要给你讲一件事。那你们慢慢聊，我去门口坐一下啊。好，老道，你坐一坐。哎呀，坐吧。钱老弟啊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你可千万别这样讲，有事你吩咐。那我就实说了。阳澄湖呢，是我们新四军的根据地，你也知道，我们那些同志啊，那个个都是苦大仇深，没上过几年学，更谈不上上军校了。他们打枪呢，也都是凭着实战练出来的。我觉得还差些劲。所以我想请你呀，到阳澄湖去，给他们上上课，指点指点，提高提高他们，让他们也知道这三点成一线是怎么回事。你放心，这一日三餐我保证鱼虾管够。只可惜呀，现在这个季节不好，要不然这阳澄湖的大闸蟹那可是有名的。顾长官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我明白了，无非就是一个意思，让我离开这里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多虑了，我可真没这个意思。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意思，是曾长官的意思。我说显阳老弟呀，你就别钻牛角尖了，听听郭哥的话啊，到阳澄湖待个十天半个月的，到那里养足精神，咱们回头再跟鬼子干嘛，行吧？答应我吧。我说于显阳，你还别跟我较劲，你昨天上午还答应我了，从今以后不再捣乱了。我于显阳说话算数，那就跟我回阳澄湖啊。但我不去阳澄湖。不去阳澄湖你去哪里？我想好了，
我找部队去。曾楚南不是讲过了吗？你们的部队打散了，战士们都牺牲了，就连你们的旅长没走。二旅二旅是打没了，但八十八师还在。郭长官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也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于显阳是个当兵的，这年头当兵的不杀鬼子，活着没劲。好样的！我什么都不说了。这是我在小鬼子医院里拿的三支盘尼西林，前师傅用了一支，这两支你拿着用吧。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，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，万一要是受了伤，这东西能救命。自打从南京回来，我的命就不是我的了。老弟，你真要走啊？大哥，你也听见了，我在这里不招人喜欢，还不如识相点，早点滚蛋。其实呢，郭长官那个话也没错，阳澄湖多好的地方，有吃有喝，活得还自在。不杀鬼子，活着没劲，吃龙肉也不香。郭长官，回去吗？老道，明天要跟曾楚南去机场踩点是吧？福门机场我倒是比较熟，那是一个开阔地，没遮没挡的。如果是打伏击，就必须要有一段距离，否则连撤退都来不及。没错。以我的经验呢，那就必须用步枪，光步枪还不够，必须要枪法极准，一枪命中，因为没有第二枪的机会。郭长官，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开这一枪吧？哎，老实讲，我不来塞的。手枪没得讲，从拔枪瞄准到射击，上海滩我认第二，就没有人敢认第一的。可手枪打不到啊！哎呀，没当过兵啊，不会用长枪啊，你说对吧？我懂了，我晓得了。走。阿月，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，给你放到这里了。还有，你爹醒了告诉他，干活的时候小心一点。老话讲得好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这伤还没好利索，可千万不敢再伤着了。那你自己跟他说呀。我用鸡头米熬的粥，你也喝一碗吧，补中气的。我爹说，等刻完这块碑，就带我回老家过年去。于大哥，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，我们老家过年可热闹了。我说的老家啊，就是阳澄湖观音庙村。我们过年呀，有荡湖船的，请客串的，打莲香的，一到晚上，家家户户撑着乌篷船去观音庙看社戏，什么孟丽君啊、再生缘啊、状元梅啊。这些戏我从小就看过，啊，恐怕今年就没有那么热闹了。这鬼子一来，谁还有心思看戏呀？
怕是去不了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明天就走了。走？去哪里啊？回前线，找部队去。啊。阿月，等你爹醒了，你帮我告诉他，我谢谢他，也谢谢你。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还有，算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歇着吧，我回去了。于大哥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我是个当兵的呀，当兵的就得打仗，这里没有我的差事了，我当然要去找部队了。怎么就没差事了？我老娘舅还有曾长官他们不都在打鬼子吗？你也看见了，他们不要我呀。阿远，我也想清楚了，你老娘舅还有曾长官讲得对，我呀太冲动，有的时候做事顾头不顾尾，结果把你和你爹差点害得没有命不说，就连好兄弟骆驼蛋的命也搭上了，还有三哥，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是个扫把星，谁沾上谁倒霉，还不如早点回去呢，别在这里害人了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下午的火车去南京，我得先回趟家，这次去找部队还不晓得能不能回来呢，我得回去给我爹还有那四个兄弟姐妹垒个坟，也给我自己预备一个。对了，有句话我不晓得当不当讲，你说。你那个吴荣官兄弟少了点中国人的骨气，你是个好姑娘，别委屈了自己。一盏星辰孤独在天涯，纷飞的雨香流淌着你岁月。